自我愿，科有强迫，科有强迫，未科有失德，未科有失德，科有失德，科有失德，未科有立，未科有立，科有立，科有立，未科有权，即阵诶，是空虚，因为咱伫咧修行的过程中，有诶咱来诶时阵足心塞、足爱、足爱惦记，啊到一段时间，伊就提起。所以吼，咱修行尽力是修，毋通看伊咧修行，个人诶境界就是啥？因为带即个体。你予咱真正会当了解到理解，有了担当。但是只要咱心若来下落，咱就有机会看到理解。但是嘛，咱一定要了解社会世间的危害，太惊啦，太惊啦！哦，任何一项物件，任何一项这个代志。会使去甲你世间去做正当好，懂无？吼，所以孔子安尼甲伊讲，可以甲伊共同研究学问诶人，未必可以思想真理诶正道。吼，平平来咧听，毋过伊听一个听是毋是啊？吼，你叫伊来甲咱行正道，认真来修。可以初用正道的人，未必可以坚信做人的公义甘愿。啊，伊会来参班，来甲咱入班，甲咱研究，但是叫伊坚守了真理的原则，可以坚守公义的人，未必然可以。行其理的轻重，啊，心应不变，不得不动。伊会当坚守公义来行，但是呢，要叫伊讲真正来守这个义、啊理，哦，的这个轻重，互伊了解，哦，啊坚守袂使去当中有。半途而废，哦，这款嘞，嘛是比较难。所以一种一种嘞，讲句空性灵，谦逊自动得合的人品，并且只是自合的比较道德。所以，那是嘛？伫个心的当中，咱的朋友呐离开去，安怎甲管伊讲伊都唔听。按照你用讲互听，伊就听袂落。即款情形，咱个关节爱调好势，毋通去用扭去，吼，即个重点。吼，圣人，学是学道必经，必须经过之物件。咱拢毋捌大汉，但即世间一定会学，尤其道教方面更加会学。学是学到，哦，必须经过的这个环境，哦，学就是咱每一个人要修道一定的学，无学咱未能了解。要看《论语》《孔子》二十章“学字”第一篇，“学字”就排第一，哦，“学字”就排。学了爱实习，你靠这个学到的道理更加了解。爱时时刻刻来分析，你才有法度通由初进入这个实际境界。哦，所以学业会切磋，哦，互相观摩。学业会前，你达到这个境界，来进入切磋。所以中庸咱来讲，如切如磋者，就合了。
主督主门者，主修养哦。所以，伊就好来，一定要经过先初读完，带他们带出一个境界来哦。啊，伫这当中，在一生道中，咱爱有真正心哦来观摩。可人可以悟人法，但有人是志在归中，这里头会使交人共学。可是伫咧学的当中咧，过程中话咧是伫追逐这个利益，哦，我学到啊，对我的好处是对啥？啊，伊好处连一天都无，哦，伊好处无好无坏的，超生了死。伊好处是啊，伊是利啊，落来。有人志在破处成文。有人只求技术，哦，技术、思想，有诶人呢，伊伫下面，哦，伊诶志就是讲用俄罗俄罗讲话，就讲话。有诶人呢，哦，是伊是在伫读，伫读，也伊是伫培养，就讲话安尼俩，或者即个，哦，技术即个种思想。处家如是如求探究人生的真理，人间两下，我咧追求这人生的真理，但是嘛，咱来记的，咱来遐咧学，目的就是要探究咱的人生，人生的这个真理，慢慢安尼过，然后人品质都要跟做合作，做好菩萨，做圣人，做圣人。也不免安尼下，会对了，哦，才了解。处用于基人有余的这个大道，慢慢来下，咱必须走对人家己的这个大道，处用对啊个去，哦，认真的走，认真的行，不管立刻有熄灯，所以讲呢，我是哦，一点对的，对着这个中枢。为是个破处相闻，所以呢，伊就无法度通识得。一世自在识得的人，会复修道不坚。只是讲一次，那系伫道理，唔过伊有着境，有着声色，伊个心智有千里去，半途而废。哦，然后就哦，然后就走。伊就讲讲，看这有道理啊！不能坚守做人的光明，哦，伊无得人透过真理，哦，啊，做人的这光明条好些，所以讲理可无敌，所以会当叫咱真正站在这个做人的岗位上，而且认真的研究真理，能坚守正道，做人处事的人。哦，有些故理想不提变，因为这个人生真理不来变，伊知影，伊唔知讲这个变来怎来，就是变来就是。所以实质固守，实质固守，咱有着真理，应该爱固守啊。咱讲你个人来遐固守。真理来讲起，哦，我唔是为了哦，向家通我家，哦，来讲这些，我是为真理来讲起。咱今仔日修到学到，咱若无为真理讲起，咱人生来遮世间是空空走一回，担一寡罪恶等你来了解。人不晓得凡业是你的轻重得失。咱来了解，哦，了解这个观，哦，啊，了解这个思甲理，什么会较轻，什么会较重，哦，什么会轻，什么会轻，哦，三公里可以行得，一个五关，哦，回来家是得有声吗？哦，
伊个名着出名，甚至会往来学了，讲伊从做点文书，伊做领袖，啊，伊做组长，是安尼，即关系个关系，何种个关系呢？大家注意，啊，所以关系学问最高个使用，所以最有两点。凡是学问最高的修养，阿嘛最难得的了解。要做点文书，啊，要做领袖，要做组长，简单，简单，你也能会做。但是呢，咱来了解咱的目标是对什么，所以学问最高的修养完。所以最明显，为何最高的目标，为何最高的目的是何？不是你爱名的，你爱名字，是吃我阿妹，讲这是歹势，啊，讲这又变起来，你做点文书，做起来嘛来叫我讲这。方面我未了，我自身都难报告啊，都未报啊。我自身都报未了，我都未报啊。做点文书的责任足重呢，做领袖的责任足重呢。所以呢，咱后日最高的目标、最高的目标、目的是得。而是宇宙人生的真理，哦，宇宙个自由的，而是人生是宇宙的人生的真理呢。所以宇宙当中自由的、无的、有人、有也，也人生就是朝着四点目标前进。哦，所以你做那老婆的事，我看伊唔做。去周游列国，去修天坛、释教，去修课，行过咱都要扫洗啦，扫清的个扫的卡也都唔会老的，也是可怜。一定穿穿了七日，穿了一礼拜，含不难吃的无，伊嘛坚持了蛮久，坚持了蛮久，是就是啊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都未使无办，你也使无，都未使无办。哦，所以你前日讲，你讲，既有你而言之，即个君主爱既有你而言之，家己调好势，调准，调标准，带领人之外，自立。要从原著咧讲，修缩为大，修缩相待，修心为大。即个身躯一定要修好，身躯的关节一定要修好，而且修身的意思。那么你是要练什么会？先从太平篇来讲，你不练，你使不练练练什么？感恩文字控制个讲，贴地红地为止，一是贴地红地天哪！为人有意义的事物，来去买，这是咱个人的看法呢。咱未使无努力，咱若无努力，无当到今天的，彻底好变到危险啦。哦，这个感恩的做得出来，你是要从哪里？所以不难的，努力啊，咱家修炼下道。你去投资，啊，所以后日你就给咱个指向，你这个照片你都这边来讲，很好的。不知你为你为人，不知言为人为事，不知名为为文主，啊，你们四叔，啊，我靠，上尾啊，我靠，上尾啊，痛。控制不是安尼讲啊，哦，你若不避免违背原主，啊、哦，
你真正得到帮助的，你也了解。我记得这道是天命无，我记得这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真的，啊，买啊上买啊，条件的上买啊，啊，而且讲这三个条件来做结束，来做结束，不知名，未为文主，不知名，无名。不知言，不知义，这三来结束论语一章，一十七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。未使不了解，不了解，咱也好吃，我所以不知义，不知义，可见的义就是做人的规范，可见的义就是咱做人。宽，哦，所谓宽是义之义，宽呢就是义，要义的义，义就是啥？孔子讲仁，孟子讲义啊，哦，孔仁孟义，哦，就是做人第一爱惜的关键，意思是一切克服。所以是以义为先为尊重，哦，一切丢到唔丢，走到无走，以义为尊重。民主所谓，哦，孔明所谓的宽，虽然是一个学问道德修养真化最高，变得了一回事，以个尊重为尊重。孔子甲民主呢，伊所讲。孔子讲二十章，孟子讲七章，七章有上下篇十四章，就是专门孔子专门讲义，孟子呢专门讲义，啊，或者尊敬，啊，在胸中传扬一切，这个义从你的心中、心中来生活，对一项很重，对一项很大，啊。我不得好人教好，啊，这情感义就是一点的，就是一点的，最重要的。用这一部经，不论你做哪有点钱的好，都没有用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不得用用这，啊，我不得你教。是一种最高的修养啊！孔子甲孟子呢，伊所谓教咱的，就是叫咱得中体。咱中体若得唔到啊，就爱中庸。孔子无得言言，言在回啊！一先即款款目标，只有实际，所以咱来得个中体啊！单调的，啊，像手独调的，无来伫伊个生活头前，啊，影响无去，所以咱就爱了解，我去甲体会。但有时即是即属平凡之人，也应该做到。哦，咱是平凡的人，唔好即个工作咱就爱做。不可多解通，只有还有事，咱未使为了后天的坚强。过节不通，还害了咱新年啊！所以民主的图片，对我来讲啊，要孙悟空啊，对我教的很深。孙悟空问的，伊讲：男女授受不亲的，问老师啊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干什么讲的？孔子跟民主党讲的，今天就是在讲的。孙悟空这个人头脑好，佫够讲话。讲说的这关起事，哪来讲？我阿嫂若叫寡人水，敢会使用钱去看？你知道吗？说的不关是彩虹的，你看你阿嫂寡人水，敢会去来救？你就是
是在踩，那是在拱啊，无良心的踩咯。男女授受不亲礼，少年官职受还啦。哦，礼不还，你就该分出来。古代有男女授受不亲，也称礼，职礼。如果色不兴，哦，表尽追雕，哦，不能为了嬉秀乐极，淡化色比样式。哦，人讲为了修，为了修这个礼啊，啊，目睭金金，看咱阿叔外面水哩，叫故事啊。因为还请用手去解救，看一下就当救一命。哦。故为过寿礼前，以礼拜以生一条生命，一条生命，用上天缘，上中十天，建设灵动之时，当然有所注射。啊，建设，比如下过队的人，当然啦、啊，了解讲三位的赛者，三位赛者，可见一种通文的原理。是为下做人最重要的代志，只要是以义为尊前为重，而且啊就不免有还失还债，那有了义就有还失甲还债，就一定要了解啊。有义你能走出来，无义你不走。啊，三十章，当地之花，当地之花，偏奇幻，偏奇幻异，奇不思，奇不思，色是万异，色是万异，诸法，诸法，未知数也，何万机？如何万机用？这空无主用，得当地之花的这个啊，嗯，这诗来得比例讲难听。空主张听，空主有难可以，我讲难得笑。诸万人万多在，莫有人书人起啊，空主张听，空人以得不完。这个离开咱无望，啊！我有钱，输人钱，我若要钱钱倒来，我若要倒倒倒来，我若要钱，你要良心，良心就走出来。但是这是事实的代志，而且透过钱，你咱来了解空性人，想尽办法工作这比例，让咱每一个人是起码了解，哦，每一个人是起码了解，哦，不了解。咱就能对了，咱能对了。伊咧讲这当地之花，哦，当地这是一个地方的名，哦，一个花卉，哦，地方的花的名。伊这个当地之花，哦，会随着风，哦，来来飘飘，来来飞起，哦，使我这个当地人会偏来偏去，哦。基本意思，因为伊无甲想，无甲想起，咱就是这样。学到了后，咱无甲想这都无好过，吼、哦。所以学习完事甲想无好过，到了远，到了深，咱也无法度通修成。这个咱一定要了解，都离不咱定定来。哦，所以孔子呢，伊个心就当。未知数呀，咱无去甲想，无何妄之用嘞。当地这个花，离开咱到黄不黄啊？都咱无去甲想俩，都咱无去甲想，都叫咱念做伙啊。哦，好唔，所以咱来点名。哦，这是古代一首，一首诗，这条安尼感写。当地这树啊的花，花朵的花朵。哦，随着风吹，伊这个树啊，这个花会摇来摇去。哦，我怎样无感触？伊思念伊，哦，咱会
小奉送、小奉送，化为准，化为标准。当然，大家们讲一张纸来画，安尼摇来摇去，这是自家不能啊，这是当时自家的顾虑实在太多了。伊讲就当初离开县东地这个花，离开专门画个标准啊，空中的讲，这大概是要真正去甲想，这大概是咱要真正去甲想到。我其实都离开咱国王，哦，空心人间国，咱无真正去甲想，哦，如果呢，咱无真正去甲想，他有心就会离开咱国王，无啊，无心就离开咱国王，哦，空主是借着虚苦来签名金德观，哦，签名这金德离开咱国王，免人打。情书也甜，想啊深嘞，啊尽力甲去做，想啊深嘞，都想得出来啦。啊，所以圣人就讲：风是妙在风，不见色体；风的奥妙，我哩看无；道奥妙，咱看无无啊，都是听安尼讲尔，咱要当见着真道。普通不是好简单来讲，但是咱若下心了，就把它看到啊。哦，凌乱树林，情感起的，风头来抓天，头来风烧风，从静观天，头来风就凌风。哦，凌乱是我咱家己会深深的感觉，花加木。虽非动物，但是伊会随着这个风来引诱，会随着这个风动，啊，还了解，还了解。即连随风动摇，以及树啊、花啊、啊树，会随着这个风来在动摇，啊，也，它对人变天，就起对人变，它对人变。我树有感之言，我哩感觉讲，迄丛树啊不是死的，活的，哦，会受到你的感觉来感应。人之本性之性，啊，人啊，真世间是本性之性啊，啊，人会当念到本性，什么拢难去念到。得五行之辅传，得着五行，啊，得着金木水火土的辅传，啊，何以秘书秘书得呢？因为咱就是要去甲学道，啊，见道是天下之啊，咱若去甲学道，就见着这个道。那变成这个道，咱人就去甲体悟去，去甲想去，处道不完尽，尽处不完尽，就离开咱人无。是咱人无去甲想，离开咱远，怎么变成离开咱远去？辅助语言代语，辅助讲出话，啊，虽是讲足轻薄的，但是足大意义包含的。就叫诗写作，就是这个诗，啊，来予咱大家当精神。所以，以风比作大道，风来比作这个大道；以当地之花来比作咱的人生，用当地花，哦，以安尼偏去偏落来比作咱的人生，哦，就叫这个诗来写作。这个这个诗，我来换个这个诗，就是在诗来讲起，就先来讲起。我一方必须代表，哦，一种的计划来比你来进行，该进行有的，哦，各一干职业，所以这样来讲，都咱每一个人都，你若比较小，都会感应，
因在主地何患其忧？因伫咱平生边啊，无离开啊，从咩啊？哦，来了解，到咱是有滴较想，也毋过到离开啊，从哦，到甲咱连做伙啊，啊，咱今仔日太会甲我离开倒去，因为咱有滴较想，有滴较想，有感应，有感应，变想拢想，即半句话，风难看无啊。风清云就方便这来得方便，啊，咱看，啊，所以咱从电脑里看出足宝贵，所以咱从道里看出足宝贵，咱袂去重视，啊，咱袂去重视，咱啊去带读了，诶，进入咱境界，体会，境界去啊体会，咱行进，咱去读了去，啊。即个即个通信人，你讲是讲哦，即个即个风哦，我们的计划来讲，做人比呢，啊，互咱能了解，能了解哦，因为咱的理智素养无比较强，但感觉过于严重。要修行道，你会当行道，不遐简单哦。其实这是咱的过错。